亚特兰提龟。哇，爸爸又失掉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把妈妈的脚埋住。喂，你要装水壶吗？不要，不要。我的是不要。妈妈，你们看。哇，小沙子呀。我们把贝壳先丢进去。爸爸可以玩吗？看你啊。你们要先做一个平台。要先整地，知道？那你为什么没有整地？水道要挖深一点。这城堡好像不会很漂亮。加水啊！哎呀！加水。来，妈咪，你自己用一个大型来，我们要来盖城堡了。把沙子丢进来。哎呀！哇，这沙是吗？坏掉了！耶，爸爸！拿不起来！好！哦，有没有？哇，太高了，有雪，太高了！那太高上没有放锡饼壳。啊，你可以从这里进来，没关系。来，这个我们来沙雕。我们要不要坐电门口？我们要做门口，哇，城门。你那个这样去当头就好了。好，对啊。哇，我把城堡粉碎了。打架了。需要一座金字塔。有没有喝到？我需要水。这个都是大水。要配合它亚特兰提斯的主题，所以我们要做的金字塔。纯金不行，这是别人的城堡。肯定要叫金字塔了。那我把整座脚埋下再下来啊！哦呦呦呦！没差了，没差了。
好，那你爸爸这里，哎呦，啊，爸爸湿掉了，爸爸湿掉了。妹妹来，他不敢的。哇，爸爸又湿掉了。不要踢我，你看呐、啊，把我踢到都泥巴了。我要去做我的金字塔了，我要去做我的金字塔了。你要抓你的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金字塔的 feel 了吧？然后再做点狮身的面相吗？会不会太难？狮身的面相太难。做的圆筒的上海，抱抱下。啊，我来把这只改成一只乌龟好了。对啊，爸爸就是做这个主题啊。哦，你看乌龟的头出来了。爸爸可以去参加沙雕比赛。嗯。亚克兰蹄龟，这是神龟，金字塔，这是传说中的亚特兰提斯。帮他找两个眼睛吧。他就喊在那个小的上，小小的贴上去就好了。热，好热。妈咪帮玩一下。你看周城后面。一个小时，他每天玩一个小时。周城后面又开始红啦、啊。所以不行，我要走了。你要水龟吗？爸爸的乌龟有眼睛。大小眼睛。对呀。所有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记得订阅我，按下小铃铛。